大家好，我是叶建芳，在这里呼吁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2019为爱而行义跑，时间呢是在2019年的11月9号，我们呢鼓励残障朋友走出来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义跑，然后也希望呢公众人士哈以行动来支持我们这个提高关怀残障朋友的行权运动。记得我们的官网呢是 Run for a Chance Facebook， 所以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喽。